对得起你父母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跟他已经结婚了。荒唐！那以后每逢忌日，你让那个女人到底以什么身份给你父母亲磕头啊？是儿媳，还是罪人？ 第一眼看到她，就觉得熟悉。那个背影，那头秀发，那个笑容，多像我美丽的妈妈。她的名字叫做石楠。我敢确信，我爱上她了。那一天，她见我饿了，不会做饭的她。 给我煮了一碗速冻饺子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居然吃到了温暖，真的好温暖，久违的温暖。我给他买了一车气球，阳光下的气球，阳光下的他，他气嘟嘟的脸，那么亲切，又有安全感。当我听说。 方佐哥哥一直找的那个女孩是他，我的世界就好像缺了一大半。我想用什么去填满，却无济于事，不敢再靠近他了，因为我怕我自己越来越爱。他终于要结婚了，嫁给我这辈子最亲的亲人。 我应该祝福，也应该彻头彻尾悲伤一次，就像当年痛失我母亲那3个月一样。